你们这个蒙面保宴是个什么项目？哈哈哈，宅宅的很。媳妇儿，大姐，你不要凌辱我行不行？把孙悦给你叫来，你俩体型差不多。都逢场作戏，我让你大保健。你的剧本那么烂，我死也不会演。那我就弄死你。好好吃，要钱。这份聊太粗了吧！救命啊，谢明霞！救命啊，谢明霞！是不是更黑了？你咋不说话呢？